何师母，何师母，大家不用介绍都认得啊，不单单是在弗拉逊如此啊，其实他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呢，全校的人都认得他。所以有好多他的同学来到纽约之后，一看到何师母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然后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是同学。那何师母想来想，想来想去说我们要跟你同班呢，你到底是哪一班的？ 所以这种情形常常出现。感谢神，我跟毕敏芝两个人认识呢，是在教会，是在一个聚餐的场合当中，他呢就坐在我对面。我们在吃饭之前，每个人要自我介绍。轮到他，他说：“我叫毕敏芝，我将来不可能嫁给姓何的，因为。” 何必结婚？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他才发现对面那个弟兄竟然就姓何，他马上就低头沉思良久，不好意思抬头了。没有想到呢，何必结婚之后呢，婚结必合。哈利路亚！活水公义站的事工就是要帮助每一个人跟神合而为一。 也跟自己合而为一，也跟家人合而为一，这是我们的使命，跟我们极其沉重的负担，极其无法想象的就是，怎么可能在马路上的陌生人那么匆忙，会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歇下脚步，极其重的苦痛。每一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经，就当我们愿意，当我们呼吁来为他祷告的时候呢？ 有没有人拒绝，就很少人有拒绝了。所以他们求我们为他身份祷告，为他工作祷告，为他签证祷告，为他找学校祷告，为他找房子祷告，为他找很多很多事情。当他祷告完之后，蛮多的人就流下眼泪。哈利路亚，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奇妙。祷告完之后呢，我们就接着为他做祝福的祷告。 祝福他身体健康，祝福他工作非常顺利，祝福他身份也很快就拿。主传福音第一天，多少人信主？第一天就3000人信主。我们3年才3000人。主啊，怜悯孩子，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一生活100岁的话，我们天天去传福音的话，如果神的怜悯每天都有人得救的话，你知道你一生才能够再承认是耶稣。 灵魂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我们是在迫不及待，我们心中是在焦急不通。我稍微让何水工人站，更多的扩展到更多更多的基督教上面去。因着何水工人站，我们感谢神，很多种族合而为一。我印度人，我韩国人，我阿宽人，都跑到这边来跟我们一起服侍。黑人也过来了，我不能向各族裔的人传福音，各族裔的教会呢，也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他们也来这里跟我们一起来传福音。感谢神，在传福音的施工上面，大家不分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宗教派别，大家能够在传福音的施工上面，真正的合而为一。感谢神，祷告要合一，大家还有一些不懂看法。解经要合一，大家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是从头到脚。 遍体鳞伤，没有一处是没有伤痕的，我心中就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当我跟上帝讲说：“上帝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现在还睡茶几啊。”那上帝回答我说：“我的独生爱子，新天新地之前。” 有一个千年的羔羊大婚宴，大家都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我们今天信主跟随主的人呢，我们也要有一个被杀的记号。每一个人要成为被杀的心腹，才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当中。今天大家吃的非常开心，但是在那一天的千禧年国的羔羊大婚宴当中，你是否有出席呢？ 你是否在场呢？好，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我要请我们当中的牧师们，好站起来，请牧师们站起来。
我要请这些神的仆人们来为活水供应站的同工们来祷告，来祷告，请活水供应站同工也出来，好，出来。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活水的红色的帽子，我们要请牧师们为有心传福音的同工们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呢，就求圣灵赐给他爱的恩膏，为主做更荣耀的见证。所以，请这些牧师们上来，也请活水同工上来。啊，如果你说听到今天的见证，实在圣灵有感动说，说主啊，我也愿意到活水供应站参与侍奉，请你这时候上来，让牧师们为你祷告。啊，请你这时候上来，让我们牧师们来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啊，让我们一起，让活水能够流遍各城各乡，让活水更流到人内心的空处，人心中的空处，钱满足不了，知识学问、名誉地位也满足不了，因为人心中的空处本来是上帝住的地方。当人犯罪堕落之后，这位圣洁、荣耀、尊贵的神就离开了人的内心，所以人的心就空了。所以，除非你把耶稣基督请到你的心中居住，你的心任何东西填满不了。所以我们传耶稣不是跟你谈宗教，传耶稣也不是跟你邀请哇随缘啊，遇到一个什么会啊什么教啊就听听啊。我们传耶稣乃是向大家宣告说，天下人间唯有耶稣基督是创造者，唯有耶稣基督本来住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一定要邀请他住进来，不然你的生命永远不能满足。即使你先生再爱你，你的太太再顺服你，你的内心还是空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些朋友还没有完全认识耶稣，你这时候呢，也可以跟上帝，可以跟耶稣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承认我的心有空处，求你宝血来赦免我，来医治我，来更新我，求你来充满我，进入我的心。当你如此邀请祷告的时候，神就是爱，神的爱就要进入你的心，神就是光，神的光就要进入你的心。哈利路亚！所以奇妙的事情就产生了。我们请愿意参加传福音的同工们，过去参与过的人，你这时候都可以上来。如果你有感动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愿意，我愿意走出去，我愿意献上我一点点的时间，献上我一点点的心力，为主，为这么多密密麻麻的羊群尽我一点点的力量。大家晓得你们在餐票上面我们有印了一个图案，那个密密麻麻的图案是什么呢？有没有看清楚啊？密密麻麻图案代表 Fluffing 街头有这么多西来相往的羊群啊，谁牧养他们，谁能给他们活水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一定要责无旁贷，一定要慷慨赴义，一定要立定心志为神国收复失土，因为天下一切都属神的，天上地下所有一切本来都属乎神，应该要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呼吁愿意参与活水侍奉的人请你走到台前来。我们也弟兄姐妹有的呢他们来过很多次，有的来过少次，还有呢也有为我们守望祷告的。好，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负担的弟兄姐妹能够跟我们一起，也让这些牧师们为我们祝福，好不好？我们尽快有没有时间。在祝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朋友们手上都拿上了这一本感恩见证集，里面呢除了有活水的信主受洗见证之外，更有很多很多路上朋友们跟我们的要求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所以我们就把很多很多祷告的参考内容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状况你该如何祷告，请你打开去寻找，怎么样为丈夫祷告，如何为妻子祷告，如何为各样事情祷告，你可以去好好的珍惜。那我们手上呢，大家也拿了这个祷告守望值班表，我们将来的 4D 中心呢，希望能够向教会向社会敞开，让守望者到那个地方去为神国、为社区、
为教会、为灵魂守望，各行各业都开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到处都是。可是教会呢，常常一个礼拜只开一天，我们亏欠神了。所以我们希望活水 4D 门徒祷告中心能够天天向社区、向教会敞开，需要祷告的人都可以来，让值班者为你忠心的守望祷告。阿门。所以你们可以填一下那张表格啊，如果你有圣灵感动，愿意来为我们活水供应站购置 4D 的需要而爱心信心的奉献的话，也请你在这个时间呢，能够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要我奉献多少？你就按照神给你的感动呢，就写上数字。神要赐福你。圣经说，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呢？我们的心也就更在那里了啊。所以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主连结。我们这时候呢，我们好不好也在这个时候请角声布道团的劳伯祥牧师给我们活水供应站这些同工们一些勉励还有祝福。今天因为要在团契讲道，所以迟了一点来，不晓得前面讲了些什么。不过呢，我就是讲几句一个盼望就是希望这个活水供应站在将来可以在每一个教会的门口，我们都有活水供应站，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图画不过呢，也趁这个机会呢，能够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我们的矫正中心跟这个活水供应站的一个关系。我们是连体婴应该是这样我们一同在这个福音工作上来共同的努力。在2000年的时候，唐崇荣的布道大会之后，因为宣圣会的弟兄姐妹很热心，就在图书馆的门口就开始了这个活水供应站的工作。后来因为何师母她加入了矫正的团队，负责联合的事工，所以很自然呢，这个活水供应站就在这个联合的事工里面来发展了。那有几个的教会我知道，布克伦在昆士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的活水供应站。那么后来呢，我们觉得这个事工因为最主要的成员还是宣圣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我们众教会来支持他们就好了，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教会里面可以协助他们，就放在宣圣会教会里面的名下来带领。所以呢，听到他们刚才的报告非常好，3000人信主3年，却虽然我不是说还是很少，不过呢，比较很多教会的工作来说呢，已经是很多。所以呢，我们矫正中心就对何师母说，我们会支持他在星期天来做活水供应站的工作，我们在背后也是会帮助他们做好这个工作。毫无疑问，活水供应站的工作在街头上是非常需要。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也爱护了我们。虽然我们活在罪恶之中，常常得罪你，但是你还为我们存留机会，常常的用各样的方法来呼召我们来归向你。主啊，你在这几年里面，你也兴起了一般爱你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不辞劳苦的，无论是天气热、天气冷的时候，还是在街头上，为了给别人一个信主的机会，为了给别人一杯的凉水。主啊，你也使用了他们。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祝福他们，在前面的日子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充足的智慧，有从你而来的充足的能力，让他们更把你所交托的工作做得更好。求主帮助每一位担负这个工作的弟兄姐妹，主要当他们自己也觉得饥渴的时候，就要让他们从你那里得到能力。当他们灰心的时候，主要你亲自的抚摸他们，让他们知道做这个工作是你所要。主要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要求你帮助我们真的不辜负你自己的恩典。主要你有丰富的恩典，
你有丰富的活水要分享给周围的人。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方法上，主啊，无论如何，求你叫我们不要忘记你自己的吩咐。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活水供应站前面的前路，我们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一起的牵着他们走前面的路，也为他们兴起一些关心他们的人，爱护他们的人，让他们可以在你里面能够成长。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劳牧师为我们的祝福。我们桌上可能有一个小篮子，里面有信封。假如你们对活水供应站的施工，我们将来还要在路边让他们有磁带、CD 这些东西的，还有一些书籍。那我们活水 4D 门徒祷告中心，目前昨天到前天为止刚刚装修好，所以明天早上我们10点的杨医师、杨牧师的特会也欢迎你们来。那我想这些现在呢，他们手上拿着我们的活水供应站这个帽子呢，我们就好不好请这些牧师们为我们的这个活水同工们继续的恩上加恩，好不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请。那也在此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曼哈顿活水供应站，还有布鲁克林活水供应站，我就掌握几分钟的时间，让黄思义牧师略提一下布鲁克林活水供应站的状况。大概一年多前的时候，跟何牧师师母在谈话中知道他们在 Flushing 这个图书馆前面的活水供应站进行的如火如荼。那个时候神也给我这样的负担，我在想说，因为我们教会在 Brooklyn 看人家的白脸被人家拒绝，很多中国人因为面子问题呢，他们就因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非常的保守，也怀疑说这样的事工有没有果效。可是呢，我们就是有这么几位的姐妹，几位的姐妹，全福会弟兄将会在纽约神学教育中心，他们有一个福音的餐会，所以呢，假如说我们也愿意带你们的亲戚朋友，为着福音的缘故，你们可以早上先来参加我们活水 4D， 然后再赶到纽约神学教育中心参加他们的中午的餐会也来得及啊。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还不晓得纽约神学教育中心在哪里的话，可以跟谭天行律师询问跟联络，他是在北方大道 Linden Place 那个宣道会的那个以前的书房的地方。那在我们知道还有很多朋友们留在这边，谢谢你们。我再请一两分钟的时间，请我们这个曼哈顿华人活水供应站哈，虽然他们现在暂时告一个段落，但是呢，活水，我们让余敬群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圣经上说，流离失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看到活水进这个供应站，实在是做了这样的工作，做了这样的。果效，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这个，我们会为活水供应站继续努力下去。那周间活水 4D 门徒祷告中心呢，我们希望能够有众教会的有负担祷告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来服侍这个社区，在祷告中经历神的恩典。那进来的每一个款项，我们都是用在神的工作上。如果将来神给我们有余的话，因为我们接触很多的这些贫困的人啊，因此我们也不断的在做一些爱心的工作，所以我们看神所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会照着神的心意负担跟感动来继续前面的神的工作。今天晚上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参与活水供应站3周年感恩见证餐会，我在这里诚挚的祝福每一个人，不仅我们自己得到从天上来的祝福，同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族、亲友，甚至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同样的得到从天上来的祝福。只要我们有信心，神的应许是实实在在的。我想我们在最后也为我们的奉献，也为我们今天的感恩我们请我们的杨章志医师，也就是杨章志牧师，他明天要带领我们做特会，我们请他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亲爱的天父，主，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赞美你，也祝你爱我们众人，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众人舍命，天父，你的爱从此就向我们众人彰显。今天我们
求主你的爱浇灌在每个人的心中，愿主你在我们的心中里面向我们说话，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愿主你自己亲手提供我们众人一切的需要，愿主你把赐给我们的所有丰富的这些赏赐，我们再一次摆上一部分来到主你的面前，让它成为圣洁，成为蒙你悦纳的献祭。主啊，你祝福每一位摆上的人，因为主你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主啊，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求你赐给我们100倍的祝福回来，让我们一切凡事播种的、收割的，都要在主里面得到赏赐。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眠，一个生命催促我要永远坚信。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